看一下后面。我说看一下后面，你差点要撞上来，你知不知道？是吗？嗯？好，拍起来，拍起来。看一下后面，我说看一下后面，你差点要撞上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吗？看见了。嗯？拍起来，拍起来！你看你那什么态度？你是真的差点要撞上来啊！我在按你喇叭，我没有说什么。那你刚刚前面……你要讲什么？啊？你要讲什么？是你这种态度，谁会看得起啊？你是什么态度啊？你是什么态度？嗯。不能道歉，你来道歉。对啊，道歉可以啊，只是我觉得你的态度真的很差而已啊。